的粉丝小比比燕来了，水果的果，老师也写好了，告诉了我们。好，我们来对答案吧。你看，好的，那刚才的话 ，Tigo 书包里拿出来的是什么？饼干、玩具、糖果、积木。长大了以后要工作，小的时候要写作业。写作业。好，写作业的话怎么样？但是我特别讨厌写作业。这样吧，那下次老师陪着你写的好不好啊？我有还需要做英文作业，每天。好，你的作业已经很少了，你呀别哭啊。好，你时间是什么时候下课？具体？5:55下课。5:55下课，下课以后老师再。7:55吗？7:55。啊，是的呀。好的，现在已经7:37了。吃饭了呀！好棒！142了。谢谢老师呢，先等一下下，老大。可以。7:56了。好的，老师赶紧点，你看就快要结束了，对吧？